在音响上喜欢倒的。
以吃到吐了。吃东西要咬好料，要咬好看。休息一下。那边就是气氛很热啊，是吧？啊，也有经过吃饭的。也是有可能从坐到板桥再坐，为了美味坐了上万次。在家里面啊，有没有戴到口罩？有，我有戴。对对对，家有拿过来哟。质量有多的，要跟妈妈拿。Thank you.
好像有三四楼。那三楼是我表姐，我的我爸妈他们在吃嘛。好安全。四楼应该。对，四楼再上去就是水塔。对啊，那四楼比较热。在呢。没有，它的土质跟那个表面很多。应该是啊。我就过来就结束这一回。渔人码头结束。渔人码头没什么玩。就是一座桥。然后我有印象，我看到那个红粉店。对啊，然后大哥哦，嗯，真的，因为我想说的是，像我们这种开始，我假如要，我假如要前辈你。他很阿莎里，然后他又阿莎里就很大方，然后就。就是分享啊，但是很好，但是你要他个性很好，他是那种，没错，看起来就是不是被交流的，然后。天然之间就比较你别混一混，所以关键就是混，往外的才让变。我找到二十多。